Thank you.
Thank you.
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主日早上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我们能够一起在线上一起来参加主日的敬拜。让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敬虔的心，我们齐唱主在圣殿中。上主竟在他的圣殿，上主竟在他的圣殿中，万国的人当肃静，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在主前当肃静，阿门。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感谢主耶稣，因为他的舍命使到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再次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卸下我们一切的重担，我们的烦恼，一切缠绕我们的罪，我们单单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感谢你。
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只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是加上一只恩典永留，是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感谢主，他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我们进入主的同在，与众天使环绕宝座敬拜，愿我们的主悦纳我们一切的赞美。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我与主是围绕宝座敬拜，哦，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我要单单敬拜你耶稣，我要敬
神，颂赞圣洁，圣洁，圣洁的真神，颂赞荣耀，颂赞。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祷告。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献上感谢，感谢主，你是全能的神。让我们俯伏在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天父上帝，求主你的圣灵看在我们的心里面，若有不讨神喜悦的，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清洁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要来等候主你的话语。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谢，过去一个星期你的看顾、你的保守，无论顺境逆境，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你的掌握之中。让我们相信主你的人能够顺服依靠主，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更需要仰望主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也帮助我们凭着信心在主你的话语上来建立、来成长。天父上帝，在主日的早晨，我们要再次聆听主你的话语，接着神你的仆人李房友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都是从神你而来。求主你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不单听了，我们要行出来。天父上帝，在这末世的时候，求天父上帝让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的建立在神你的话语上，让这个末世的风不轻易的打动我们对主你的信心。一切的恭敬仰望交托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翻开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三节。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
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也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我们来唱赞美诗第47首。同来颂主名，努力广宣传，讲给万民听。主名奇妙非常，到处能得胜。祖国同享万邦焕发大光明。第二节。上主在高天，有力能救赎，有长在世间，与人相亲近。会众大声欢乐庆贺主得胜，从众君王耶稣救度之功勋。救恩多当归，宝座之真神，有当归圣子，若是度万民。天君焕然奏乐，天堂歌声震，五福环绕羔羊，叩拜之虔诚。最后一节，无人恭敬拜，岂堪报万一，有尽用赞美，使人歌不息。同归荣耀威严，智慧和权力，感谢无边大爱，颂扬无量德。在今天的公道里面，我们为这两项事情继续在主的面前来祷告。首先，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继续为着我们教会在进行的每一项的事工来祷告。虽然疫情我们不能够来实体的见面，无论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每一次的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团契，在线上的聚会，我们的儿童团契在预备这个线上的视频的聚会等等，每一个星期都还在进行。且天父上帝保守，让服侍的弟兄姐妹能够尽心尽力的来服侍，更是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要如何的来牧养我们的这一些的羊群。第二项事情，为着身体软弱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中来为他们纪念，也特别在这个疫情里面，或许当中有许多人，在家里工作或者学校没有上课，在家里上网课，或者一些的生活上受到影响的，我们有为这一些人来祷告，求主保守，让我们能够靠主来度过这一个疫情的难关。我们就围着这两项事情祷告，过后我们要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做结束，让我们一起来开声来祷告。谢谢慈悲天父上帝，在主日的早晨，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感谢天父上帝，在疫情当中，虽然我们不能够实体的见面，我们还是能够借着科技掌握，我们能够借着这些的录制的工作来进行我们的服事，
无论是我们的敬拜，无论是我们的团契生活，无论是我们的儿童团契的这个视频的工作，主啊，弟兄姐妹都在尽心尽力的服侍你。愿天父上帝你也保守服侍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有主你赐给他们的力量，让他们能够为主你来工作的同时，让他们知道天父上帝你没有辜负他们，让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功，求主你都纪念，也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些的服事没有间断，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为主你的工作，直到见主你的面。在祷告当中，也特别为着在疫情当中可能有受困的，无论是在学业上，无论是在工作上，在我们生活当中有面对困难的，我们也仰望在主你的面前。天父上帝，让我们能够依靠主来度过这个难关，让我们心中有忧愁的，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平安，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可以依靠的主，可以帮助我们的主，让我们能够度过这一切。天父上帝，身体软弱，身体有病痛的，求主你按手在他们的身上来医治他们，借着医生，借着药物，也借着属你圣灵自己的工作来帮助他们，让我们在身体软弱的时候更能够仰望天父上帝来得着医治。一切交托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的，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看今天的小要理问答第二问。我问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回答。卫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第二问：上帝赐给我们什么准则，以指导我们荣耀他，并以他为乐呢？请大家一起回答。记载于旧新约圣经中的上帝的话语，是指导我们荣耀他，并以他为乐的唯一准则。我们再来回答一次。记载于旧新约圣经中的上帝的话语，是指导我们荣耀他，并以他为乐的唯一准则。让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然后齐唱荣耀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但愿荣耀，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永远也这样，永无穷尽。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三十九篇。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诗篇第三十九篇第一到第十三节，请翻开圣经，诗篇第三十九篇，翻到了，请听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诗篇第三十九篇第一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二人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文火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一万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间可以力量复原。今天李房友牧师要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人生苦短，神恩宏大。我们将时间交给李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这个时刻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赐福保守我们今天早晨能够在家中举行线上崇拜，求主的灵这个时刻帮助我们，使我们安静在主面前等候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领受并且遵行主的道。求主施恩，透过你的话使我们领受从天上来的恩典信息，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能够得着能力继续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要来思考诗篇第三十九篇。诗篇第三十九篇的题目是人生苦短，神恩宏大。诗篇三十九篇也是所有的诗篇当中一首最优美的哀歌。大卫他用了他最高的文学造诣，用最美的这些语言来表达心中的愁苦，然后他从自己的愁苦当中看到神在他身上的何等的恩典和荣耀。所以这一篇诗篇你看到两个非常大的对比，一个人生非常的痛苦跟短暂，对比上帝的恩典的宏大。在这两个对比之下，你就看到原来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有神宏大的恩典来护庇着我们。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一篇的诗篇。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讲到人的痛苦当中的时候，人在愁苦当中的时候所表现的一种的愁苦当中的这种的沉默。我们看第一到第三节。第一节这里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当一个人在愁苦当中的时候，他会选择的一个表现就是沉默。为什么呢？大卫这里说，当我面对敌人的攻击的时候，面对敌人的毁谤的时候，他不在言语上犯罪，而选择以沉默的方式来面对仇敌，免得他在舌头上犯罪。所以在愁苦当中，他的第一种的表现就是他以沉默来回应那些攻击他的人。在愁苦当中，他选择用沉默来面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要用敌人的那种谩骂的方式，用敌人那种攻击他的言语的方式来回应他们，免得他的口犯罪。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到大卫他在这方面是非常有很深的这种属灵的操练，他的生命的修养，不以恶人的方法来对待恶人，反而是以一种沉默的方式来面对他所经历的这些的愁苦。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要在舌头上犯罪。当我们学像那些攻击我们的人一样，我们用恶毒的话语来回复那些攻击我们的人时候，我们用谩骂的方式来回应那些攻击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犯了同样的罪，就是在口舌上犯罪。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他在愁苦当中，面对许多的攻击，面对许多的愁苦啊，这些烦恼的时候，可能口里面所讲的一些的话会伤害人，会失去见证，可能讲出来的话是非常的不蒙神喜悦的。我们在冲动当中会讲出一些得罪上帝的话，更可能讲了一些伤害人的话，以致这些的话语没有办法收回，你就看到它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大卫他选择用沉默的方式，不以恶人对待他的方式来回应，免得他的舌头犯罪。第二方面，他连好话也不出口。第二节，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他选择用沉默的方式来对待他所受的这些愁苦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不但坏话不要讲，他连好话也不要讲。就是当我们选择沉默的时候，我们就连好的事情我们也不要讲，我们就沉默面对一切的愁苦。弟兄姐妹们，你就看到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表现。当我们在愁苦当中的时候，我们不但不要对那些恶人有任何的回复，同时我们对那些好的人我们也不要回复他们，连好话我们也不说。就是说在愁苦当中，我们几乎是过着一个自暴自弃的这种生活，过着一种非常消极的这种的生活。我们已经对任何的事情麻木了，我们没有反应了，我们已经对这些事态的炎凉啊，这些人生的愁苦有一种非常消极的态度，就是连好话我们也不讲了，连好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回应。所以这是人一般上的正常的反应。在愁苦当中的时候，在我们面对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这些痛苦的时候，我们就选择用这种消极逃避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愁苦。这里说我的愁苦就发动了，你看到吗？一个人当他用沉默来面对愁苦的时候，他心里面的愁苦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是越发增加，越发在他的沉默当中看到他愁苦发动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用沉默来解决我们的愁苦，我们发现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是使我们的愁苦更加的增加，更加的发动。你就看到大卫他用这样的言语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第三节这里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第三节他愁苦难耐，终于开口了。当他在沉默当中面对这些恶人的时候，面对那些好人的时候，他用沉默来对待，可是他心里面好像火一样在烧起来，他没有办法沉默来面对他的愁苦。我们人的境况常常是这样，当我们用沉默来面对愁苦的时候，我们发现愁上加愁，我们心里面没有一个倾诉的对象，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愁苦讲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我们内心的痛苦是更加的增加的。所以大卫他没有办法，他不能够再忍了，他一定要把他心里面的愁苦讲出来。所以他选择对谁讲，这个很重要。我们在愁苦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可是这个倾诉的对象是谁呢？当我们找到一个错误的对象的时候，你把你的痛苦告诉他，把你心中的愁苦告诉他，不但没有解决你的愁苦，反而他会增加你的愁苦。他可能把你的愁苦当作这个谣言或者是流言蜚语传出去，加盐加醋，使你受到第二度的伤害。大卫他选择倾诉的对象是谁呢？是神。当他面对愁苦当中的时候，他不能够用沉默来对待的时候，他就向上帝开口，向上帝表达他心中的愁苦。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第四节这里说，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看到大卫他在面对他人生这种不能够逃脱或者走不出来的这些愁苦的时候，他就来到神面前，向神表达他心中的愁苦。他说，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就是在这种的表达当中，你看到他对人生的愁苦发出了一种的叹息。第四节的叹息是什么呢？我的痛苦的人生几时才结束？你看到人一生可以到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这个是摩西在诗篇90篇的时候所写的。但是我们的每一个的人生不一定都是这样的，有一些人他的生命是比较短，有一些人他的生命很长。无论是短无论是长，在这种痛苦的人生当中，我们好像度日如年。我们会来到主面前，把我们心中的愁苦向神发出这种的叹息的时候，我们常常听见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的人生会这么苦？主啊，我到几时才能够回天家？为什么给我的生命这么多愁苦？主啊，你快点接我回天家吧！我的痛苦的人生几时才结束呢？这个就是我们人常常向上帝发出的叹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就看到一个愁苦当中的人，他心里面所表达的这种叹息，表示寿数的长短不再是使他成为一种享受上帝恩典的一种的管道。我们说一个长寿的人是上帝赐福的人，可是当一个人在愁苦当中的时候，
他不但没有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反而他在他的年岁当中度日如年，好像每一天，都是在痛苦的煎熬当中。我曾经探访过一些年老的弟兄姐妹，在病痛当中，他们常常对我所讲的一句话就是，求你为我祷告，叫上帝快快接我回天家，不要让我在这个世界继续受苦下去。你看到人生就是常常在这种年岁病痛的煎熬之下，我们没有办法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反而我们像大卫一样发出这种的叹息，我的寿数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主啊，你快快接我回天家吧。这个就是人生所面对的叹息。第二，我们看到第五节，这里说人生苦短如同虚幻。第五节，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第五节在这里说，主啊，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希伯来原文手掌叫做 Tepah， Tepah 的意思就是从你的食指到你的小指这个长度。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我们的手掌一样的宽，是多么的短。用这样的形容词来描绘人生苦短。我们今年多少岁了？你回头一看，蓦然回首，原来已经过了60年。我们再回头，已经过了几十年。你看到人生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人生当中就如传道书所讲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日光之下，所有的事情都是虚空。这个就是当我们在愁苦当中，我们的眼光，我们所经历的都是愁苦，都是消极的。当一个人被愁苦捆绑的时候，当一个人被痛苦缠绕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的恩典，而只能够感叹自己人生好像虚幻一样，好像手掌一样这么宽而已。虽然有些人可以活到100多岁，可是在劳苦愁烦当中，我们不过是一声叹息。我们的生命在整个历史的洪流里面，不过是好像手掌一样这么宽。我们的生命好像花一样，昙花一现，早晨开了，晚上就谢了。我们的人生就好像虚幻，在你最稳妥的时候，上帝可能把你接去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夸耀他的生命是有多长，没有一个人能够夸耀他所拥有的能够使他生命多存留多一刻。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都如同虚幻，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的保守，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存活。所以在人的愁苦当中，我们所发出的第二个叹息就是人生苦短如同虚幻。第六节，追求财富如同幻影，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继续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我们一生当中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有些人他们就是一生要追求财富，为了财富而忙忙碌碌，为了财富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在所不惜。你看到人生就被这些的荣华富贵所充满，我们的人生好像什么幻影。大卫在这里描绘人生在愁苦当中的第三个叹息，就是我们追求这些财富，
我们拥有这些财富不过是好像幻影。什么是幻影？幻影就好像梦境，做了一场梦，醒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或者是不真实的一些的影像。当你看到一些财富，看到一些荣华富贵的时候，好像幻影，好像一个不真实的影像。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财富是短暂的。你看到今天很多人在一夜之间可能失去了他的财富，特别在这次的疫情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因着疫情的影响打击，失去了他的财富，失去了他的江山，失去了他所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个他的事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财富不过是幻影，很多人没有发现到这个真理。我们以为财富就是我们人生所追求的唯一的目标，我们一生辛苦努力读书就是为了要赚取更多的钱。可是大卫在这里描绘了财富好像幻影一样。他写这篇诗篇表示是不是他没有经历过财富的这些经验呢？大卫他是君王，当时他拥有最多的财富，最多的这些物质享受，他自己住在王宫当中，他自己享受当时最高的这些物质享受。可是当他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忙忙碌碌，我们追求财富，最后它好像幻影。就是我们人当结束了我们的生命之后，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财富带去，我们一生劳碌追求的这些荣华富贵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去到那个永恒的世界。我们看到历史当中很多人，他们就是这样追求财富，希望能够把财富带走。中国的历史第一个统一全中国的秦始皇，他在世的时候就为他以后预备好，为他以后的这个埋葬的这个陵墓预备好，选好的地方，而且他托人到日本去当时的日本要找一种长生不了不老之药，盼望他的生命能够延长，希望他所拥有的这些的享受能够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可是这些不过是幻影，这些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他没有办法把他今生的财富带走。当他死了之后，一切都是幻影。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了解了人生在愁苦当中的第三个叹息之后，你就看到财富不是人生最重要的。我们今天拥有的财富都是短暂的，它不过是幻影。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提醒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基督徒不是不能够拥有财富，但是不要贪财，因为这些的财富不过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所拥有的财富使我们荣耀上帝，祝福人，让我们在享受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记得财富不是长久的，我们要用这些短暂的财富来荣耀上帝，祝福更多的人，不要走入贪财的这个罪恶当中。因为当你贪财的时候，你就会被这些财富所捆绑，最后你会堕入这种愁苦当中，使你刺透逃脱不了这种财富带来的痛苦。接下来我们看到愁苦中的盼望，
第七到第十三节，我们看到人生在愁苦当中，上帝却显明了他的恩典。上帝在我们人遇到这种没有办法逃脱的愁苦当中的时候，他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七节，神是我的指望。第七节这里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大卫他看到了在痛苦愁苦的短暂的人生当中，唯有仰望上帝，我们才能够在短暂的人生当中过一个有价值的生命。我在等什么呢？我们一生劳劳碌碌，我们等的是什么？我们一生活到这么多，九十岁也好，七十岁也好，或者其他的岁数，我们到底在等什么？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到底在等什么？我们在愁苦当中，我们难道就是这样痛苦过一生？我们到底在等什么？大卫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见我们的指望在乎神。如果今天我们所等候的不是那位永生上帝，我们今天一切的愁苦 将是徒然的。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不是在等候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是在等候那位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一切的劳碌都是徒然的。大卫有这种属灵的眼光，我们的指望在乎你，神是我们的指望。当我们的生命有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有了这一位创造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就有价值。所以你在愁苦当中，或者你在富裕当中，你不会因为这些拥有的或者失去的而耿耿于怀，反而你知道你等候的是谁，你知道你的生命的价值不会因为这些愁苦的事情而使你变得没有价值。我们不因为这些财富使我们的生命更多增加了我们的价值，反而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有了真正的价值观，就是无论是愁苦无论是富裕，我们知道神才是我们真正的指望。不是愁苦，不是这些的富裕使我们失去了生命的盼望，而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真正的价值，成为我们存在的目的。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看我们的人生，就算我们在愁苦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不会因为人的愁苦就失去了盼望，反而我们在愁苦当中我们来仰望他，我们知道我们就等候他，我们终究有一天能够知道上帝他在我们愁苦的人生当中有他美好的旨意。第八、第九节就讲到，在愁苦的人生当中原来有上帝的美意。第八节这里说，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以环人的羞辱。第九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们特别注意第九节，这是我们人生一节最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当你抓到这个原则的时候，你就能够在这个充满愁苦的人生当中站立得稳。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表示说，如果今天你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你就不要多讲话，你就不要在神面前埋怨。如果你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上帝在你身上的美意，不管是愁苦，不管是那些财富你所拥有的，如果是出于神的话，你就不要多说话，因为多说就是出于我们心里面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时候怀疑上帝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以为上帝他故意捉弄我们。有人说我们人生就好像鱼缸里面的金鱼，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鱼缸里面，让我们在里面表演受苦，然后他在外面观赏，在那边自娱自乐，是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上帝的作为，我们就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上帝他所创造的万物，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都在他的计划当中。神是全能的神，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能的神。当你对神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再加上你认识上帝的属性，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慈爱的神，神是圣洁的神，神是信实的神，神是怜悯人的神，这一切神的属性，当我们明白清楚了之后，你就不会以为上帝在跟我们开玩笑。今天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出于上帝，你就不要随便批评，你就不要随便埋怨，因为如果埋怨，如果批评，你就是出于罪，得罪我们的神。一切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事情，无论是美这个愁苦，或者是这些的荣华富贵也好，顺境逆境，都是有神的美意，我们不要埋怨。接下来第十到十一节写明了神的公义，我们看到上帝他在我们愁苦的人生当中显明他的公义，使我们因此有了盼望。第十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十一节，我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你看到上帝显明他的公义的时候，人是何等的脆弱，我们就好像什么衣服被虫咬坏一样，我们的人生就是那么虚幻。当神显明他的公义的时候，我们这些罪人在神面前都要消灭。所以我们看到神他的公义的审判带来给我们盼望。今天我们的愁苦劳烦是为了什么？因为都是因为罪带来的后果。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有许多的罪恶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法律来解决的，人心的败坏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法律都没有办法对付的时候，你看到神有一天要显明他的公义，使他的公义彰显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知道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必定要使那些恶人，使那些使你受苦的那些人，或者是欺压人的，或者是那些悖逆的犯罪的，都要受到神公义的惩罚。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充满着黑暗、充满着罪恶的世界，我们看到神他公义的光辉照耀，我们不会失去盼望。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终有一天会恢复神的公义，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最终的盼望是在我们的上帝。接下来最后十二到第十三节讲到神的怜悯。第十二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十三节，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间可以力量复原。你看到人生的愁苦当中，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我们还有什么盼望？但是我们因为有神的怜悯，我们的生命就有盼望。当我们在愁苦当中的时候，你看到神他怜悯我们的软弱，
他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是受罪捆绑的。唯有借着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恩典，这就表明了神的怜悯，透过基督使我们这些的罪被赎去、被赦免，然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罪得蒙赦免，都是因为出于上帝的怜悯。今天我们所受的一切的愁苦，都是因着罪带来的后果。但是感谢主，透过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他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你看到第十二节这里说什么呢？我们在神面前不过是寄居的，是客旅，表示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年岁，无论是多少年，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可能你活到70岁、80岁，我们在这里做寄居、做客旅的70年、80年过后，我们要回到那位创造我们的主的面前，那个才是我们永恒的居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个寄居的、一个客旅的身份，表示说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世上所受的一切的愁苦不过是短暂的，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不过是短暂的。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身份是客旅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来到神面前寻求上帝，因为他的怜悯使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当中能够享受他的恩典。若不是他的怜悯，我们这一生可能都要在劳苦愁烦当中就这样过了，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到第十三节这里说，求主宽容我，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什么是去而不返之先？就是在我死之前，我们可以仍然享受你的恩典。在我们结束我们的生命之前，我们仍然能够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到吗？人生虽然苦短，可是神的恩却宏大。当我们来到主面前寻求他的时候，我们在这些短暂的痛苦人生当中找到那个永恒的伟大的神的爱，使我们在短暂的人生当中找到盼望，我们就因此而活得有价值。求主施恩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捆绑和挑战当中，我们很多人都受到打击，在痛苦当中，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来到主面前寻求他，他成为我们的帮助，他的恩典大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借着你的话语再次的光照提醒我们，人生虽然苦短，但是主你的恩典却何等的宏大，让我们的眼光不是单单注目在这些短暂的愁苦，而是把我们的眼光投向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超过我们的愁苦。求主施恩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使我们常常来到主面前寻求主、仰望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谢谢李房友牧师。耶稣给你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的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主耶稣给你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
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接下来我们要用金钱来奉献，感谢主让我们有能力来奉献。我们可以将我们所要奉献的金钱借着银行的转账，将你所要奉献的金钱转入教会的户口，或是等下一次我们回到教会一起来敬拜的时候，你分别为圣，再将你所要奉献的金钱来带来教会来奉献。感谢主，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我们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来奉献给他。让我们接着谢祷歌来作为我们奉献的祷告。万物都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阿门。我将时间交给李牧师来做家事报告。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关心我们的家事。首先欢迎所有在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让我们能够在每一次的主日崇拜，我们都能够谨守上帝的吩咐，在家中举行线上的崇拜，让我们在祷告中彼此的守望，彼此的纪念，也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虽然在疫情的捆绑当中，但是我们仍然要记得主的吩咐和命令，就是要谨守主日，不可以停止聚会，以致我们的灵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信仰开始冷淡了。特别这我们的主日崇拜跟团契的这些线上聚会，弟兄姐妹们都要准时的参与，让我们的灵命彼此的能够学习成长。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项，七月八日星期四晚上八点将开始下半年新系列的线上栽培班。下半年的这个新系列栽培班将会查考雅各书第一章，导师是周义宽长老。所以我们在接下来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每一个月都会由不同的长职来带领我们查考雅各书。七月份是由周义宽长老带领，所以在此呼吁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星期四晚上八点准时上线，大家一同的来学习，在真理上装备自己。接下来我们看，我国首相宣布6月28日后进入国家复苏第一阶段，因此接下来教会的事工都将以线上进行，直到另行通知。所以我们仍然维持目前的这种的聚会的方式，崇拜还有团契将会以线上的形式来进行，敬请弟兄姐妹们常常的准时参加教会在线上的一些的聚会。接下来第三项，李碧珠传道将于八月一日开始正式上任，成为善利堂的全职同工，主要负责巴俄与巴西布道所的事工。祷告中纪念黎传道未来在本堂的服事，跟我们教牧长职和弟兄姐妹们有美好的配搭，一同的来建立主的教会。
最后在这里要再次的报告，就是关于杨牧师他在本堂的协助圣餐崇拜讲道还有列席长执会会议的这个事宜。经过长执会的讨论之后，看到我们目前疫情的情况，还有也尊重杨牧师他个人的意愿，长执会议决杨信慈牧师在本堂的协助将到六月为止，所以从七月份开始杨牧师就正式他离开我们本堂的这个服事。我们在这里代表教会感谢杨牧师在过去六年来在三一堂的这个社里牧师的协助和服事，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在杨牧师的带领教导之下，使我们的灵命得到牧养，让我们看到教会的事工也因为有了杨牧师在本堂的社里牧师的这个协助，使我们看到各样的事工能够顺利的进行。我们特别在这里感谢杨牧师在我们当中的服事，也愿神继续赐福杨牧师在未来他的教会的服事，未来他在各其他方面的这些侍奉都有神的保守和恩典。我们献上一切的感恩。好，接下来我们来同心读本周的经句。在还没有读经句之前，杨牧师他也特别录制了一小段的视频来勉励跟弟兄姐妹们道别，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一段的视频。李牧师、师母、陈传道、各位长老、执事以及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本人心里充满了感恩，为着过去这六年一个月有一次在三一堂跟你们一起崇拜分享主的话，也跟长执们一起开会讨论教会的事工，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特别的恩典，我的心里头也充满了喜乐。谢谢大家过去这六年的合作和爱戴。同样的，心里感恩三一堂的长执会也愿意参与我们教会在缅甸的宣教事工一起参与买地建校舍，也支持两位学校的老师的薪金这对我们无疑增加了一股的力量，期待这样的合作能够长久维持，更期待三一堂能够成为一间遵从主的大使命的教会，一同开阔宣教的事工，我相信可以的。在李牧师配合长执会带领弟兄姐妹支取圣灵的力量常常预备好来向不同的族群、不同文化的人来分享福音，来建立教会，来荣耀神。但愿三一堂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阿们。接着下来，我们一同同心来读本周的经句，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报告到此，请主席带领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大家起立，一起齐唱三义颂，然后请李牧师来做祝福。赞美真神万福之源，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让我们凭信心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齐唱阿们颂。阿们，阿们，阿们。请坐，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结束，愿上帝赐福每一位。Thank you.
Thank you.